好，我们现在教各位如何拆解 DFLOSS 的加热头。加热头就是这边这个部分，整块我们通称为加热头。那要拆起来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把这一根碳纤维杆给它拆起来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比较好动作。那这个螺丝呢，因为碳纤维杆锁的会比较紧，所以里面有用螺丝胶固定。那我刚刚其实已经先把它转松了，所以。如果各位用起子不好转的话，可以用六角扳手把它转松，然后这个螺丝拿起来。现在呢，这个碳纤维杆呢就可以这样推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拆起来。所以推起来之后，这个橡皮筋就变成有点松松的，有点活动的，这样是正常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把铁氟龙管先拉出来。铁氟龙管拉出来之前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快速接头上面有一个。束线带，这个束线带我们用钳子先把它剪下来，OK，这是刚刚在上面的束线带。等一下我们组装回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束线带一定要再绑回去。如果你家里没有束线带的话，请你去买。没有束线带，请你不要直接猎鹰，这样子状况会越来越差。我们之后再告诉各位原因在哪里。再来呢，我们拿一个六角扳手，在拆这个快速接头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白色的铁氟龙管试着看能不能把它抽出来。先把这个快速接头这个把它压下去，上面这个按钮把它压下去。那如果你不好施力的话，其实这个时候可以把消音器顶到玻璃上。然后呢，我为了解说方便。让各位可以看到，所以我用钳子把这个快速接头，我没有用夹的，我只是往下推，然后把这个快速铁氟龙管拉出来。那很多状况呢都会像我这样子，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铁氟龙管其实是拿不出来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拆快速接头，我们可以用手稍微扶一下。等到拆完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整只给它抽出来。OK，抽出来以后就是像这样子。OK，那如何再把加热头拆起来呢？加热头其实在橡皮筋上面只有一个螺丝，就是前面的这个螺丝固定。我们把这个螺丝把它松开。松开之后呢？要注意，因为这上面蛮复杂啊，会卡住的东西蛮多的，所以看到这边有些时候我们会绑束线带，避免它会卡到后面这个孔，所以我们从里面呢就可以直接把它往下推，会看到加热头整个都跑出来了，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现在这个束线带上面这个地方有点卡住，我们把它推一下。让这个，我们可以把它剪掉，或者说用手把它塞到这个洞里面，然后再推。现在加热头就整个拆起来，这就算是拆解加热头的过程。